才刚办完甜蜜世纪大婚，林志玲与老公 Akira 竟然又合体晒恩爱了。两夫妻为师弟团，三代目 J-Soul Brothers 拍摄新歌 MV， 26日抢先在 YouTube 放上一分钟预告版，全是一段超越时空的爱情故事，再度闪瞎一票粉丝。林志玲与 Akira 为师弟团，三代目 J-Soul Brothers 拍摄两首新歌《凛冬天》《Cold White Wings》MV， 据悉是拍成一个25分钟的微电影。从官方释出的预告片中，可以看到志玲姐姐依偎在老公 Akira 身边。这对恋人相隔百年之后，因为香水信物再度相遇，林志玲还娇喊：“我一直都在等你，请不要离开我。”完整版 MV 预计后天28日于台北 SOGO 百货复兴馆一楼户外广场电视墙晚间7点播出全球首映。而 MV 预告释出不过一个多小时时间，就吸引上万粉丝抢看。